过几天会下雨啊，今天要多扛点柴啊。姐，啊。你快看，哥，我要方便一下，你别扭头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说，这可是最好吃的猪手，没有之一。差不多走了，不然你直接要烂了。我好不容易发现这么多，多难的，别管他。好了吧，小周。小周。小周。小猪，人呢？跑哪去了？肯定是故意躲起来了。小叔，什么声音啊？我这是野猪的。好啊，让你躲。下达了吧？让你皮。哼，走啊你！啊！我的脚扎到竹子了。抓到了吗？你怎么冲上去？啥时候才能替别人着想？我快小叔啊！走，赶紧回去。哥，严重吗？现在是要关心了，还不是因为你啊！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这样我下我的。阿光，在家待着，哪也别去，我去给你买点药。哥，对不起，都怪我。傻瓜，不关你的事，走啊。小叔被几个小伙子欺负了，你快去看看啊！在哪儿啊？窗口。啊！哥，有没有事啊，哥？小叔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怎么你了？人呢？我没事啊，我那不是说你被人欺负吗？没事，没事，我好了，来，我背你，够皮的呀，不然你俩哪有台阶下呀？不爽，我来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哎，别瞎说了，我是那么容易被欺负的吗？你知道从小就没让人省心。哼，做菜去。哎，等等，我来做。哎，准备怎么做啊？炒腊肉啊。你做的不好吃，我来做。哎，来不及了。来，香吧。
大哥，对不起啊，哥今天对你太凶了。我也不对，要不是我要去山上采毒素，文明姐也不会受伤。对不起啊，文明姐。真羡慕你们吵吵闹闹的，但是一旦遇到问题都会给对方撑腰的，不是吗？对呀，一家人心连心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小叔，哥以后不凶你了。文明姐，那我们明天去玩野菜怎么样？不想继续了。你说好不说呢？就差一个，下一个。